找亮机，用更少的钱玩更好的手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找亮机，我是小六。vivo 手机凭借着轻薄时尚的外观、流畅的系统体验，满足了消费者口味，一举成为国产前三的智能手机品牌。可是最近有粉丝留言询问，同样是 vivo 手机，别人的都是一天一充，自己的则是一天两充，甚至三充，为什么自己的电池不耐用了呢？今天分享的这个小技巧就可以帮你的 vivo 手机更加省电。我们打开手机设置，找到 WLAN， 滑到底部高级设置，找到随时都可以扫描这个功能并关闭。这个功能会常驻后台，在你没有连接 WiFi 时不断地搜索附近信号，浪费你的电量。接下来返回桌面，在 i 管家里点击权限管理，权限自启动，关联启动，关闭所有关联启动，这样应用就不会在后台相互唤醒，你的电池也就更加耐用了。你用的是 vivo 的哪部手机呢？你觉得 vivo 手机好用吗？在评论区留言跟大伙聊聊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并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